Waarom moet ik het chokken? Hey.早晨啊大家，相信大家呢段時間咧喺屋企咧一定過得非常之悶啦，係咪啊？我都係。就喺呢段咁艱苦沉悶嘅時間入邊啊，我一日真係悶到發毛嘅時候咧，我就開咗 IG story 就問大家，如果喺屋企真係悶到黐孖筋嘅時候，可以做啲乜嘢好咧？咁我出咗呢個 story 之後咧，大家都俾咗好多好實用啦、好有創意同非常之好笑嘅回應我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咧就決定將佢哋一一實行。好宏大嘅遠志啊，呢位。好，開波。 大家好，我哋而家一齐揾密室逃脱。我哋而家十分钟时间离开呢间房啦，但系呢间房系重重难关，系上满晒锁嘅，所以我哋而家即刻揾道具。有咩道具呢？大家睇下，门口而家已经布满晒障碍，呢度木非常之棘手，究竟我应该点样越过呢个难关呢？系咁，我开唔到啊！放出去啊！睇嚟我哋自己谂下办法。而家搜索下有咩道具先。系钳啊，钳有机会可以帮到手。仲有胶剪，而家时间得翻4分40秒。好 ，action！ 各位，我发现好多时间终于搬走晒障碍物，系非常之艰辛嘅。但系而家时间已经得翻1分16秒，我哋要快啲喐手啦！唔得啦，唯有用最后办法。Yes！ 呢只野兽喺度瞓紧觉，当佢醒咗嘅时候，后果不堪设想啦。 大家好啦，我叫波罗斯拉金。唔得啊，超级尴尬啊，我接受唔到啊。有强健嘅体魄嚟抵抗嘅疾病，我哋香港人一定能够挣扎到过到去噶。大家上啊！上啊！上啊！挣扎！挣扎！有到公司不挣扎啦。你练波啊？咩啊？我拍紧片咯。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肚肚啊！好啊！其實幾好食。誒，可唔可以看多塊包俾我？我而家睇緊嗰套韓劇，叫做《利他原卡斯》。 佢呢個韓劇係講男主角點樣打低一個連鎖大集團嘅奮鬥故事，好好睇。喂，隻臭啊！Oh shit！ 啊！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啊！睇嚟呢件事都唔係特別可行啊！喂，早晨。點解我要一齊做啊？因為有人叫你做。邊個叫我做啊？左安東。左安東。 打死魚咯！我哋要一齊為。OK，喺呢段時間，健康係好重要嘅。邊個可能話叫我做嘅？大聲打掃！3、2、1、2。我哋要守啊！你想頂住？4、8、9、10。我加。仲有咩好未 ？OK OK， 我而家要挑戰打個空翻。會死嘅你。會死嘅喎，唔係咩？都係唔做啦。唔好你喺屋企做，你都冇手信你。咩講咗咩啊 ？OK， 我收到今日最難做嘅其中一個 task 就係我而家要作一首歌。我而家就喺網上面聽緊一啲 freestyle 嘅 beat 啦，咁我聽下先。 聽下第二首先，聽下佢嘅 flow 先，開始有靈感啦！我感受下佢 beat 先再。 OK， 嗱，我而家咧即刻寫佢幾個歌詞啊，家姐就喺度，佢唱一次俾佢聽，我啱啱即刻作嘅。聽住。 病毒散播令到我哋停工停課，但香港民怨四起，因為唔封關嘅七婆你似部錄音機，但仲要咁卑鄙，就係你糟蹋到香港最後冇曬轉機呀！七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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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未作愛，我先冇作愛，你覺得點啊？少少震驚咗。OK， 唔錯。有冇潛質做 rapper？ 即刻諗嘅咋？係啊，來。都唔錯，啲節奏感幾強喎。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少少震驚，小震驚，小震驚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好多謝大家今日俾咗咁多咁好笑有創意嘅 task 啦。我自己最深刻咧，一定係作咗幾句歌詞嗰度，睇下有冇機會遲啲我再完成埋落去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， 係咁，拜拜。